完了总是漏这儿，周琦再回来，主要是这样，哟，进攻篮板球可以啊。对，广厦这是也是进攻篮板球又抢到了，哎呦，耐心，强突，嗯，多打少的机会，再往外给，哎呦。在场上看谁来掌控进攻，齐声剑啊！哇哟！抬高弧线，还是没有，一下分差领先到六分了啊！这个发球。杨先生觉得这个可能会少，是不起这个错误，嗯，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下翻过来得这么几分是吧，嗯，那给第四节就是又给对方再培养可能性，没错，本来可以拉，哎呦，直接发球的失误，加速冲击，哎，余尚诺防得非常好，挡在身前，抬高手臂，呜，哎呦，刘征干，这球五分的分差，犯规，还是不错的，七罚六中，现在稳稳的两罚都中啊，打进，十分的分差。哟，哎呦，被扣进了，齐热三分，哎呦，哎呦，齐热这几个好，十六投八中，连续三次三分不中了已经。哦，刘征回来打齐热，打了一个，是刘征吧？就是115-110，艰难的在加时赛里，赢下了这场比赛。